BPI Bit 开箱文，我现在拿到是一个新的 BPI Bit， 好，外观长成一个这样子，大概是正方形的包装。这是背面，它叫 Webduino， 好，在台湾是 Webduino 代理。那打开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塑胶袋包装。拆开了以后，好，这边写的是 BPI Bit， 那这是香蕉派公司 Banana 派公司的产品。好，那它有的是什么？从正面来看，有 BPI bit 的，这个是正面，下面这一排金手指 WF32 的感应接收器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有的设备，大小是5公分乘5公分，所以它大概是5公分。好，5公分左右，垂直的部分也是5公分左右。那它有，它是32位的 CPU， 25个全彩 LED， 好，25个全彩 LED 在这里，好，这边25个全彩 LED。那2个光明感应器，光明感应器在这里，这里。2个可编程按钮，就是 AB 按钮 ，AB 按钮。然后一个 NTC。电阻，这个是温度感应器，它的温度感应器在这最下面这里。好，这里在2的这里，就是 LED 灯中间最下面这里。好，这一个温度感应器，还有蜂鸣器，蜂鸣器在这里，好，蜂鸣器，还有一个九轴传感器，就是 G sensor， 好 ，G sensor 在这里 ，G sensor 这一颗。G sensor 这一颗，金手指是下面这一排，那相对的位置图，我们把它放在这里给大家看。那它的网址是 wiki.bananapi.org 斜线大写 BPI-bit。好，如果想要知道它的详细的内容，可以连上它的网址，然后去看里面详细介绍。